Lisa。哇，讲得很好哎，标准。大家好，我是 Jen。 哇，3、2、1，动手！好啦，秒杀歌姬 Lisa。すごく豪華ですね。これは作ってくれたんですか？是啊，是的。你的名字在这里啊，对呀。说这礼物要带回日本吗？そうですね。飾ります。哇，太棒了！对啊，因为有6年的时间没有再来到台湾，所以对台湾有没有一些感觉到很想念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小笼包，小笼包，小笼包，海南布鲁克，啊，鲍皮酥，珍珠奶茶，珍珠奶茶。都やっぱりファンの皆さんですね、啊、还有粉丝朋友们，对，就是也非常的想念粉丝啦，但其他的事情好像在 Lisa 的印象里面都是美食哈。对，所以你会的中文都是美食吗？大家好，我是 Lisa， 我回来啦，谢谢，很棒哎。对啊，那这一次呢，暌违6年，那最后 Lisa 有什么话想对所有的粉丝说吗？因为明天就要演唱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一起来参加这个演唱会呢？はい、6年ぶりに帰ってくれて本当にとても嬉しいです。今回も空港でお出迎えをしてもらったんですが、6年経ったと思えないぐらいみんなとの再会が昨日のことのように覚えています。なんですけど、しっかりと6年経った嬉しさをかみしめながら、明日は全部全部歌にして届けます。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已经过了6年的时间，对，现在可以再回来见到大家，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在机场也有非常多的粉丝来迎接我，那我觉得真的不觉得已经过了6年，就好像就是跟大家再次见到面，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但是我明天的演唱会会怀抱着这暌违6年的开心的心情，然后把它全部化为歌曲里面的力量跟大家分享，请大家期待。我想。见到你们，我想见到你们，耶、yeah, ！明天见，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参加记者会，谢谢，谢谢，谢谢。